Go， 来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第一次玩了，所以一直在优化，但是这个任务真的是超级无敌多。我觉得这么多的话，应该每一间都会有可能有飘白烟的。直接扫描哎、欸，连扫描都做得出来，其实这做的真的是蛮厉害的。哎呦，关灯了，哇，这已经是很会玩的。那我觉得是鬼鬼咯，有可能是，好猛哦、喔，哦，哦，是谁？米露，这个小恶魔，哇塞，太神了吧，好会玩哦、喔。哦，他还会，哇，他会耶，他会直接用那个警报耶，太神了吧，好猛哦、喔！可是我死掉是变史蒂夫耶，所以就不知道你是谁死这样子，是我啦。我在前往这个那个什么，我在前往那个路上发现的尸体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。我在那个两个都死耶，那个核电厂的路上。我也是在核电厂路上发现尸体了。我也在核电厂路上，我在最右边，要放最左边。杀了两个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我在大厅的。我真的也在大厅。嗯，谁死？魔圣，你跟米鲁在大厅？没有没有，我在做任务啦。哦，对，我轻踩魔圣死两个了耶，死两个又要踩我。暗体哦，好好，你可以看到鬼鬼跟泽平死两个哎，我没有看到鬼鬼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是谁在传位，我不知道是谁死在传位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史蒂夫而已、啊。嗯、对，因为死掉之后变史蒂夫。我不确定是谁，只看到史蒂夫。但是那个地图上面会有那个史蒂夫标示，还蛮酷炫的这游戏。嗯，我踩迷路，肯定要投一个。我不知道要踩谁，踩得好啊，就是他。好，好踩因为我觉得迷路就是他终于知道那个道具怎么用，于是他就用那个道具要让他陷入困扰。哎呦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好了。我觉得博士你这样子带风箱不太好。啊、拜拜！哇，博士要拜了。哎呦！哇哦，米鲁真的很会，我真的觉得这是小坏蛋哎、欸，会杀人就不一样了，杀人狂米鲁哎、欸，就这一次搞不好杀手会赢哦。他其实说真的是还蛮会的，而且你看还直接用这个警报了。警报是不是地图上会出现那个啊？标示之类，对，好像有出现标示。那、啊、我们变鬼的话，还可以解任务吗？我要去看一下。那变鬼的话，你没办法那个、欸，你没办法那个什么？哎、欸，看一下啊、喔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哇！你这个恶魔！我就说是米鲁吧，好像恶魔太短了，好像间隔太短了，现在就觉得好像太短了，不要太短。哎、欸，恶魔哎、欸，按掉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说是不是米鲁，是，哎、欸，那论都是对的。我刚刚想说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会关灯会玩哦，鬼鬼吧，会玩啊、哦。结果我就看到米鲁把我咬死，会玩、啊，好可怕、哦，恶、欸、魔哎、欸，好恐怖哦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样是输了还是赢了？你呢？你呢？氧气爆了。他，我刚刚旁边好像有拉杆，我拉，旁边有拉杆。我刚刚没去拉，我就想要直接按那个呼叫，因为反正你按了还是会输啊。他只要再插一个就赢了、啊，所以就拼命一直按那个。对，两意思要解开。好恐怖哦！这样时间 OK 吗？可杀手间隔，杀手间隔要再长一点的。对。要不然看米鲁那边开心的要命，对啊，今天只当杀手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对啊，先票米鲁，明天就先票他，先票，我已经决定，等一下就是比较相信博胜了。对啊，博胜都是相信博胜，那就变杀手了。博胜现在跟我们讲的，我们都要信他、欸，他这几场都直接被投出去。你知道吗？你们越不信我，我越开心，因为等我当狼人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相信我。好恐怖、哦！我天，够！哎呀呀！哇，这场感觉
大家都变会玩喽，小心一点点。这个我觉得地图如果是中文的会比较好记一点点，还是蛮可惜的。他如果能够汉化这整个完全的话，要不然就我这种英文白痴，就只能就是把所有地方都走过一遍了，要不然真的是太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不懂英文啊，这真的很难打啊。有没有任务？飘白烟的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吗？飘白烟，这感觉好像在飘。不是这个哦，这是整个都在飘白烟，尴尬了。这个嘞？没有。可是这边有监控室哎、欸，出来个爆炸，谁？要靠什么近？大家都在找任务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我是狼人，我自己不知道，不太可能吧？有尸体。哇，跨界有尸体呀、啊！周围在哪里？我们不在，应该是在那个啦，就是左半部那边的那个转角。左半部。我在下面，我在那个阿德明那边。对，应该是引擎室。左下角。然后死掉的是博胜 QQ。博。我一直在 cafeteria。博胜。我刚捞完水说。我刚才是有看到秀康跟羽毛啦。但是大家都走在一起也没什么。对，我跟羽毛在监控室那边看。对，我看到鬼鬼在监控室。嗯。这尸体在附近。对，那所以应该是哇，你们两个然后没有看到监控室，没有看到哦，我还没往下走呢。我们三个都可以，对，你们、欸、你们三个都可以，嗯，等一下，哲平刚才有说尸体在左边，可是你没有说在左下呢，为什么有鬼鬼你会没有？因为是转角啊，转、啊、角转角处、啊，所以是可能是上面或是下面。然、啊、后、哦、但是哎、啊欸，鬼鬼，我先票了，我先票了，吗？有啊，这边说转角下面、啊，但是我没有说下面啊，我只有说转角。你是说靠近电力室吗？对啊，我说靠近电力室，然后转角。靠近电力室的话就是左下角啊。没有啊，上面有一个转角啊。电力室呢？你不是说电力室？不是电力室，我是说靠近引擎。我先投 skipper， 我先投 skipper。嗯，有啦，你们待会有没有鬼鬼？鬼鬼啊！有吧？跟大家请教一声秀康侦探，说吧。我没有讲，我只有说转角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上面还是下面。因为哲平根本就不知道地方。哲平没有，他只有说转角。对、哦、对。我刚才走，我刚才走在路上，秀康黏着我，吓得要死，然后这鬼鬼又黏着我，然后你们都在干什么了？大家都黏你耶、欸。哇！作为一个侦探，难得这么受欢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多错、欸，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秀康刚才抓到那个点非常的爽。抓什么？抓到什么点非常爽？没有，他抓到那个点就是鬼鬼有讲那个面，讲、啊、出了那个凶手才知道资讯。凶手才知道的、啊，周平更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枪探辩驳有没有？那个演你用那个子弹去打他。喂、欸，我刚刚没讲这个哦、喔，他有吧？没有，你一定要讲，没有，不，然后你们信任我，资讯太多，对啊，不知道，哎，好玩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说他熟悉一下场地应该就会了。我是觉得如果他改成有那个中文字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好熟悉，英文真的看不懂。对啊，他任务超改了。加油啊！加油，两位指令弹。哦，那只有鬼鬼，只有鬼鬼，我不是。鬼鬼刚才被我们怀疑耶。希望你下一场可以活久一点。好。你每次都是害他死的那个，你在那边闹。杀手可以用那个排水沟吗？地道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刚用的时候，整个被打被卡在中间。你要站在上面才可以。你要说站在上。然后按右键嘛，然后按一个道具，应该是包哪个道具？道具没有，它第三格，它第三格就是下去那个下水道啊，那多一格这样，就可以加气。好，然后来吧，来，可哦，这场的话应该，哎、欸，我是狼人哦，换我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杀人，就是，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任务，然后去做任务这样，但我要怎么杀人啊？这都是屏障哎、欸！问号，哦，背包啦，背包，
然后会有 O2 的这个损坏，这样可以拿到手上用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哦，有点帅。我赶过去一下，然后时装什么洞，那个好像没办法一次弄完爆炸，对不对？上面有没有人修啊？啊，有有有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边很多人。然后我要把那个东西拿到手上，才可以杀他们。这样，哦，这个啦。哎，我要怎么用啊？哦，右键呐。哎，死了！我只是想说给凶手CD一下，怎么可能有什么了？我刚刚是有那个氧气，我有看到那个秀康跟那个在那边。我找不，我绕了两圈找不到到底在哪里。氧气超容易失败，所有的东西就很容易失败。我看没有绕过去，然后他又绕回来。然后我刚刚是绕到，因为你们刚刚在下面，然后我绕到上面去修那个博胜那边那个按钮，然后上面是拉拉杆。嗯，不过后来解除了。那有人在哪里发现博胜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遇到博胜。我也没。所以刚刚的氧气室这边都没看到，那是在左边咯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刚刚也在氧气绕一圈。刚才鬼鬼是在那个吧？你在那个什么中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做任务。欸，嗯，鬼鬼在中间做任务，我觉得鬼鬼是好人呐。他好像变成，他好像变成史蒂夫哎。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。然后，可是我刚刚看梅鲁在餐厅这边好像有解要解任务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在解。嗯。因为我看他没有。我没有在解。所以要轻踩梅鲁吗？要轻踩秘鲁吗？没有，我怕没有。我现在不相信那个可爱正义了。我现在不相信。好啦，先轻踩好了。可以耶，毕竟同个观察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算顺利躲过一劫。那我们要把秘鲁六只留久一点点，因为他可能被怀疑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去做任务，这样看一下地图，吸什么的。然后人家杀人其实要放超里面的，没有说很好杀就是了。可是这次任务真的变很多，就可以那个。有任务吗？没有。结果又是杀博士，咪鲁。咪鲁往那边走，鬼鬼。秀康，然后开这个。那个，我是哪个？不要紧张，哪个？请说。我，哪个？我觉得作品很可疑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刚刚跟你擦身而过的时候，鬼鬼还活着，然后我去修完电力室的东西回来往回走，我想说泽平在哪，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看到尸体了。没有，可是鬼鬼的尸体。那我要代替文资讯，我在右下角 communication 那个 C 开头的地方做完我的任务出来，然后泽平就跟在我后面，然后我就沿着右边走回来咖啡厅这里。对啊，然后我要去那个啊，我要跟秀康去做任务啊，然后鬼鬼我。啊，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从左下那边，然后杀完，然后直接走到。没有，因为我看的时候，阿姨妈，你是在哪里？哎，欸，等一下，我在 weapon 右上晃。我看到，因为我没有看到鬼鬼，因为他可能在做任务那边，我有看到一个史蒂夫，那应该是你说的那个鬼鬼，然后我就走，我看有人在做那边任务，做任务就走了，这样子。欸，那你有没有同胞啊？不是啊，史蒂夫啊，是做任务的史蒂夫，还做任务，还做任务。然后我就过去找那个秀康那边啊，所以我跟你撞得更正着啊。
对啊，可是看到尸体怎么没有喊一下？不知道，没有看到尸体啊。哦，你是没看到？他在那个做任务的史蒂夫，他正在做任务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应该是你看到是鬼鬼，可是我过去的时候看到是史蒂夫，所以我没有看到鬼鬼，然后我就往秀康他们那边走了。嗯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继续去做任务，骗到一个，只剩下那个 Adam。哦呦，恐怖呢。然后我要用一下氧气的会比较好。好远哦。氧气其实超远的，看一下。哇，解除了，解除了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其实这个比那个还要紧张哎，我的天。哈哈哈哈！我就说我是小平啊，结果是泽平，泽平魔泽平啊，泽平就很可哟。我以为是麋鹿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说麋鹿不可能，我看到鬼狐跟麋鹿都变过史蒂夫，所以就知道我没有看过。我刚那逻辑不错吧？我觉得这为什么没有要回我话是怎样？为什么没要回我话？抱歉。那个女主角错了，再过一回合。